这天下几风雪，天下第一掌铁石于乱世崛起，缔造英雄会，救万民于水火之中。自此，英雄会为武林龙头，江湖风平浪静。近来一直名为浮屠党的江湖势力凭空而起，烧杀淫掠，无恶不作，江湖中人人自危。我说过，今天谁都别想跑。一个活口都没留。这帮浮屠党的人太可恶了，连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都不放过。这帮杂碎，碰到我玄武，算他们倒霉。我们必须赶紧回去禀报师父，商量对策。走。我栖霞山庄，高庄主，所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还不快将归元秘籍交出来，可留你个全尸！哼，混账东西！像我高恒退隐江湖数十年，这归元秘籍乃是我祖上立庄之宝，虽然无人参透，又岂容他人觊觎？开剑！上！此去江北感受如何？师父，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浮屠塔现在形势肆无忌惮，江北一带被他们搞得民不聊生，而且这帮杂碎人数越来越多，极为猖狂，还在石河岭一带建立了分舵势力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尽快斩草除根。英雄会江南分舵主有急事求见。
见盟主。启禀盟主，三日前浮屠塔妖众灭杀了栖霞山庄满门，夺走了归元秘籍。大胆恶徒，竟敢公然挑衅我们武林正派！这归元秘籍可非同小可啊，虽然近百年来没有人能够参透它，但是世上能够习得归元秘籍的前辈都是翻云覆雨的人物啊。这万一浮屠塔了解了其中的秘密，恐怕武林会面临一场浩劫之灾啊。不止如此，英雄会其他分舵也遭到了他们的袭击，不能让浮屠塔再这样猖狂下去了，请盟主下令讨伐浮屠塔。请盟主下令讨伐浮屠塔。属下愿意亲自带人出马。各位长老稍安勿躁。你们都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，就不要再以身涉险了。我看这次任务就交给他们小辈吧。我愿意性命担保，定剿灭浮屠塔妖众，请盟主下令。很好，我英雄儿女侠肝义胆，这次剿灭了浮屠塔，为师会考虑退位让贤之事。还请盟主继续主持大局。师父您德高望重，没必要轻言退位。你们都不必再说了，我意已决。玄武，在。你率领英雄会六门弟子前往江北捣毁石河岭大营。徒儿遵命。青龙朱雀。是，你二人趁现在浮屠塔老巢空虚，直捣黄龙，夺取归元秘籍。徒儿遵命。遵命。蒙盟主英明。青龙，此次浮屠塔一行要掩人耳目，所以不能带太多的兄弟。你们两个要多加小心。徒儿遵命。朱雀，你和青龙不仅是我的徒弟，也是我的义子义女。要不是你们师娘去世的早，你们的婚事兴许就成了。师父，我跟青龙并无男女之情，只有兄妹之意。哦，师父，您老人家就别乱点鸳鸯谱了。哎呀，好吧，此事暂且不提。青龙，这次浮屠塔回来以后，师父就将武林盟主之位传授给你。师父万万不可，徒儿资历尚浅，难以担当此重任，还请师父三思啊。你就不要再多说了，我意已决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们出发吧。是是。
帮主真是偏心眼儿，把好差事都留给青龙了。就是，关键时刻还把咱玄武老大给支出去了。嗯，够了。老大，还有那个……我说够了，滚！敢跑的英雄会总过来撒野。朱雀，感觉有些不对劲啊。有什么不对的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大部队都在石河岭，这里没人不是很正常吗？按理说这老巢应该有人放哨的，我觉得有些蹊跷。你未免也太小心了吧。师父临行前交代过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还是小心点好。我看你就是太注重自己的性命了，真不知道师父看中你的那一点。哎，朱雀，哎，朱雪，小心点儿！哎，朱雪，朱雪，我刚才真不是故意的。我看这塔有点邪门，我们最好不要分开。
不是说浮屠塔老巢空虚吗？怎么还有这么多人？谁？滚出来！<笑>二位大侠，饶命啊！什么人？小人名叫肥猪，我是路过的。我看你是浮屠塔的人吧？不，绝对不是。 小人怎么能和这些杂碎为伍呢？绝对不是。其实两位大侠有所不知，这浮屠塔大兴土木，制造各种机关，在附近村落，惹来不少苦力，小人便是其中之一啊。为了活下去，小人苟延残喘。够了，别听他废话，不杀了他，一劳永逸。别呀，女侠，别，女侠。 小人待在这里待了有半年多了，这里机关重重，小人对二位是有用的，有用的。油嘴滑舌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人。我没有油嘴滑舌，我是个好人。既然这样，你可知道这塔里还有别的出口？啊，知道。这下面不就有一个吗？下面那个门被关死了。关死了，关死了，关死了。哦，我想想，哦，对了。 这塔顶还有一个，塔顶，啊对，起来，好，女侠慢点。哎，这锤子不错嘛。啊，哦，小人是个铁匠，平日处不离身。 平时靠它混口饭吃，要不小人怎么活到今日啊？既然这样，你在塔里待了这么久，你可知道前一阵子他们抢来的归元秘籍在哪儿？二位大侠，这归元秘籍是什么东西啊？找死！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他们好像是拿到了一个像宝贝似的东西，但是小人地位卑微，我不认得那物件。 听他们说，好像是在第三层。少啰嗦，快带我们去！我带你们去啊！这……实不相瞒，两位大侠，这浮屠塔每一层都有高人把守，我怕二位上去会有危险啊！别废话，快走！好，带你们去。 是不是你们要找到什么宝物啊？归元秘籍。
哪个王八蛋提老子？信不信我一锤子打死你？出来！怎么是你？这个人诡计多端，擅长使用帷幔隐藏自己。那还不好办。终于出现了，弄死他！金忠正。山是个死，怎么样，还得胖爷出马吧？定心丸。肥猪来路不明，我们为什么要救他？你怎么回事？我们英雄会岂有见死不救之理？刚才要不是他，我们怎么能轻易打败这浮屠塔的人？我们是来捣毁浮屠塔的，不是来救人的。何况以后不知道有多少危险，带着他是个累赘。朱雀，你还记得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英雄会吗？师父他老人家定下的帮规是除恶扬善，扶危济困。你若动了私心，
那和这帮浮屠塔的人又有什么区别？够了，不用你来教训我。我们这次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完成师父交给我们的任务。你愿意救，就救吧。肥猪，肥猪，来来来，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我刚才怎么了？没事，起来。古月米奇，古月米奇，古月米奇！这总算完成义父交给我的任务了。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大侠，你们怎么了？怎么跟小两口吵架一样？再乱说，我把你舌头割下来！吓唬胖爷啊？不说就不说。你呀，先把剑收起来。我去，这不是屠宰场吧？好久没来生人了，要不要吃块肉？装神弄鬼，拿命来！大侠，大侠，你没事吧？大侠，起来跟他打呀！啊！没事吧？你休息一下。你休息一下，你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飞猪，有心人啊，归元秘籍终于让我弄到手了。爸，下一届武林盟主就是我的了。受伤了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伤口挺深的。
朱雀，朱雀，糟糕，竟然中毒了。别管我，忍一下，你快走，马上就好。你快走，我不用你救。别说话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睡了多久？半个时辰。我们快点往上走吧。好，慢点。出息，饶命啊，大侠，我是用来保护米奇而已。还不快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只是个苦力啊。女侠，我说，其实我也是有苦衷的。对，我是骗了你们，但是我绝对不是浮屠塔的人，我只是个小贼而已。听说归元秘籍可以续命，所以我就进来碰碰运气。嗯，我说，事情经过应该从我进打开时说起。他奶奶的，累死朋友我了。浮屠塔，我终于进来了。这回老子发财了。我看你就是太注重自己的性命了，有人不知道师父看中你的那一点。哎，朱雀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我刚进第二层，你们就进来了，所以我就躲了起来。谁知道还是被你们发现了。哦，这么说来你的目标就是归元秘籍了。不是，其实我也是为了救命啊。我上有八十老母，下有三岁的孩子。别，我看你还能编出什么花样来。哎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实话实说，咱们三个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，只要目的一个，先想想怎么出去才对，是不是大侠？底下那个洞不是可以出去吗？底下那个洞出不去了。为什么出不去了？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因为我进来的时候已经把洞口封死了。那我们现在留你也没有什么用了。有用有用，怎么能说没用呢？我去过第五层，我有经验，大侠，我有经验。打不过所以回来了是吗？大侠有眼光。第五层谁守塔？不知道。嗯？所以不知道才恐怖嘛。多一个人，多份力量，
要不咱们再上去看看？我看，要不然暂且再相信他一回。哎，对对，反正他自己也出不去。那就再信他一回，我们去试试吧。还不快带路！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又是我带路，又是我带路。上来的时候没人啊，这老头绝对有古怪。哎，老头，刚才是不是你偷袭胖爷？哎，问你话呢，不说话。哎，他怎么你了？他，我忘了。前辈，敢问尊号。夫许久不曾见客来，你们留下陪陪老夫吧。谁陪你啊？老东西，你最好识抬举的让我们过去，否则小心我剑下无眼。前辈，晚辈想继续上塔，能否行个方便？帮我破了这残局再走也不迟。不识抬举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不听老人言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刚才好像也是被一股力量推下去的。这老头功夫的确了得，看来我们不陪他下完这盘棋的话，他是不会放我们过去的。好，只能这样了。好，那晚辈陪前辈下完这盘棋便是。好啊。哎，大侠，你可一定要赢啊，我的小命可全攥在你手里了。哎，大侠，我可不是他对手了，而且朱雀还是个半残之躯。哎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西九北五路。龙儿，救我！娘，放了我娘！救我！不要啊！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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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夏。庆龙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为什么要拿剑逼着自己？刚才太危险了。我刚才看见我娘了。啊？她被浮屠塔的人杀了。我好难过，所以才有了轻生的念头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明白了，天地玄机。哎呀，你害羞吗？姑娘，姑娘，来嘛，来，过来呀，过来追我呀，过来追我们呀，胖胖啊，来嘛，别跑啊，来呀，来吧，爸爸呀，别跑，小娘子，来胖爷这儿啊，来吧，糟糕，肥猪已经陷入幻境了，我想把他出来。跑不了了，过来呀，来了来了，打我干什么？你刚刚进入了幻境。幻境？哎，姑娘呢？姑娘呢？我看这个地方有点奇怪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对，我们还是走吧，快走吧，大侠。哎，哎，大侠，走啊！淑雪，你怎么了？我累了，我想休息一下。你不是吧？这女人真麻烦。哎，你不是来大姨妈了吧？哎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有病啊！好了，飞猪。庆龙，你信我吗？嗯。我最近心里一直不太踏实，总觉得有一双手在背后推着我们往前走。什么意思啊？说人话。我们九死一生才走到这儿，走到塔顶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出口。我说大姐啊，下面也没有路了。你现在说这些，是不是有点太打击人了？那你想走，你自己滚啊！哎呀，胖爷，我还怕我谁？走就走，嘿。大侠，你来评评理，七层浮屠，怎么现在已经快到第六层了？难道现在就这样前功尽弃吗？我就怕走到最后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。哎，不是啊，我说，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啊？你这么想拖着我们，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飞舟，哎，别胡说。本来就是，青龙，你到底信他还是信我？朱雀，我自然是信你，可是事已至此，我们无路可退。哎，大侠这句话说的对，嘿，
走吧，胖爷开路。嘿，走吧。这鸟人确实扮相不错啊！没想到你们能活着上来。你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就别在这装神弄鬼的了，赶紧打扮收工。你就是浮屠塔的首领。正是。浮屠塔作恶多端，江湖正义之士见到必将除之，承让了。玄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自然是为了匡扶正义而来。你来的正好，你我联手，一起将这浮屠妖人除掉。联手？然后送你成为英雄会新任帮主，统领正邪两道吗？你想得美！玄武，收手吧，不要再善恶不分，助纣为虐了。没有作恶的纣王，周武王如何成为盖世英雄，拯救世人？你怎么能这么想？浮屠塔要是真没了，失去邪恶势力的衬托，正义之士也会被人遗忘。借口！真正的侠义何须靠阴暗苟活？少废话，你注定是将死之人。英雄会帮主之位，我势在必得。玄武，你醒醒吧！同学，还愣着干嘛？你不是答应帮我对付青龙吗？玄武，你怎么会来？你与青龙何时出发浮屠塔？明日。我辛辛苦苦剿灭了石河岭大营，反倒是不及他青龙的功劳。玄武，我不甘心。朱雀，你要帮我。但是我不知道你勾结了浮屠塔，杀掉他们又有谁能知道？最终剿灭浮屠塔老巢的人必定是我。你想怎么做？我会先潜入浮屠塔中，你我二人联手将青龙干掉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无人知晓。哎，你们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哼，我一早就看你这个女人有问题。真是女人靠得住，母猪能撑树。青龙，他纵然有诸多不足，但罪不至死吧？你懂什么？青龙这个人，虚伪假意，最是表里不一。青楼的姑娘都跟他好，他要是做了盟主，帮会该有多乱。朱雀，事情败露了，青龙他不会放过我们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够了，你们不要再自相残杀了。
朱雀，朱雀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孤雁秘籍，原来是孤雁秘籍救了你一命。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儿，没坏吧？玄武，你当我们是什么？没有谁能阻挡我的路。兄弟情义，没有杀你，但是你却对朱雀下手，实在太下作了。你又感觉到哪里去？还不是暗地里私慕兄弟的女人？少废话，这不是你伤害同门的理由。英雄会帮助就那么重要吗？难道你对朱雀就没有一点愧疚吗？所幸我负了他。要趁虚而入呀！呀！可惜呀，朱雀喜欢的人是我，就算你救了他，他也不会多看一眼。够了，玄武！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吗？杀了我，怎么不动啊？动手啊！哎呦，我的大祖宗啊，快动手啊！现在不是妇人之仁的时候，赶紧杀了这祸害，那可还有个看热闹的呢。生火攻弱，蚀骨灼心，你贪欲入魔，清醒一下吧。青龙，就算你不杀我，我也不会念你的好。玄武，玄武，优柔寡断，我来替你们做个了结。呀！青龙，就凭你们这点本事，还想锄强扶弱？今年有幸而生，其实你这种作恶之徒，可以理解的。幸运。幸运，人死如灯灭，有幸运何用？前辈，我开玩笑。够劲儿啊！怎么可能？怎么？见到师父？
很惊讶似的。怎么可能？归元秘籍，秘籍，江湖大屠杀，都不过是我引你们入塔的阴谋而已。只可惜，下面那帮废物太不中用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他们跟你们一样，不过是我手中的棋子罢了。今天你们进塔了，就一个也别想活着出去。小青龙，师父问你，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？我想像师父一样杀尽所有坏人。傻孩子，师父教你武功不是让你杀人的，以后记住要除强扶弱，匡扶正义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来，奖励你一个，吃吧。谢谢师父。为什么？难道你忘了吗？你从小就教我们除强扶弱。除强扶弱，这个世上人们只会记住强者。当你不再强大的时候，无论你做过什么壮举，都会轻易被人抹杀。现在虽然不是乱世，但也不能因武弃文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师父，我们会好好学习的。行吧。师父，在你们眼里，师父是不是老得不中用了？是不是？回答我！不是的，师父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大英雄。青龙，你醒醒吧！师父已经不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师父了，这一切的阴谋都是他一手设计的。不是的，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这天下武林谁不知道我铁石的名号？但那又如何？廉颇老矣，安能战否？我辛辛苦苦闯荡江湖，强扶弱，我最后获得了个什么下场？如今世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你们身上，江湖豪杰，后起之秀，你们表面上个个都敬我为盟主，实际上都想取而代之吧？休想！不是的，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青龙，你站起来呀！归元秘籍，我的武力盟主！你站起来呀！师父的心道已经入了魔了。青龙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的师父杀他徒弟，如此果决，现在
已经不是你心里的那个师父了。怎么不再隐藏了，想反抗了？大侠，弄死他！我的武力宝珠和月秘籍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会是六味地黄丸吧？我不肯让您毁了英雄会。毁了？英雄会是我一手创造的，就算我把它亲手毁了又能怎么样？我才是英雄会的帮主，唯一的帮主。你的功夫都是我教的，还想跟我打？大侠，你快醒醒！你要是不醒，我们今天可就都玩完了。天下第一！大侠，大侠，起来，金龙！我才是真正的第一！好吧，第一，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没有人能够打败我，我是无敌的。我是无敌的，大侠，大侠，能打败我的人根本不存在。怎么没反应呢？还有谁？谁能奈何我？我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。没有人可以打败我。我去，超级赛亚人！
然打不过你。我铁石机关用尽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歇一会儿吧。真没想到，师父光明磊落一辈子，最后却死于心魔之中。别说了，我不想师父去了，还被口舌。那佛陀他的一切，就埋葬于此吧。只能这样了。我说两位大侠，我受的伤很严重呢，你们在这儿你一我一，你侬我侬的，我快受不了了。我看呐，快点找出口吧。出口在哪儿呢？这上面应该有啊。死胖子，你不是说七层有出口的吗？出口在哪？女侠，当时你的剑都架我脖子上了，我还能怎么说？放心吧，这上面有出口，我打听过消息，我们找找看
说不定会有什么机关、暗门什么的。你先休息。Got an itch I can't scratch. I'm missing a piece that completes a whole part of me. An open wound scar to see. Everybody come. 是青龙吧？啊，朱雀。哎呀，你们终于来了！我在这儿等了你们八年了。师傅，这什么情况？你是玄武吧？哎呀，你都胖成这样了！哎呦，哎呦我去，什么情况啊？